候你是人民的英雄，为了他们你付出了最大的牺牲。这一天你在黑暗中重生，死亡的力量会越来越强。苏醒吧，成为我的勇士。强大的种族想必能为暗刃骑士团一展长才，看来巫妖王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。黑暗的威胁越来越大，我们必须巩固势力才有机会抵抗。没时间客套了，拿起你的刀证明你的勇气，征服眼前的黑暗，让黑暗臣服于你。这世界有许多人会害怕你，他们会辱骂你，但是他们不明白自己需要你。死亡骑士，前进吧，夺回自己的命运。在所有试炼中都要记住，苦难与我们同在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勇士，紧急战事会议要开始了，你必须立即前来暴风要塞。你的探索到此为止，且让命运来裁决。你是这样，我不再借一半人命。我需要新的一个完好又纯净。现在我要净化你污秽的灵魂。我的怨恨，干涉了你的创造。这是我的身体，完好又纯净。现在我要净化你污秽的灵魂。士兵们起来！士兵们起来！为这个混蛋的骑士赢得最正确的胜利，赢得最后的胜利！打太阳！
将士，眼前道路引往何处？我打过的仗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凯瑟琳·普劳德摩尔拒绝了我们，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叛徒。曾经你也是一位英雄，你英勇地起身对抗黑暗，用你自己的生命替这个世界争取另一个明天。然而你所对抗的邪恶并非如此轻易驱逐，你所赢得的胜利也并非如此容易维持。而今死亡的恐惧再次逼近这个世界，他找了新的勇士带来最终的统治。黑暗的骑士们操控着死亡与毁灭的符文，受到巫妖王的意志所束缚，他们崛起的时刻到了，你与黑暗重生的时刻到了。发吧，去追寻你的命运，死亡骑士。